看下楼之后，车窗上，这样的漂亮的窗花，我看看用雨刷能不能打掉啊？嘿，这窗花还挺漂亮呢，看见没有？真是挺美的，漂亮的窗花，我看用雨刷能不能打掉啊？奈何不了，雨刷已经奈何不了他们了，得用钢刷打掉，得用钢刷把它打掉。这两天我得把这个车放进车库里了，这也才我们这才十月。大家好，你看我刚下楼，把车刚启动，你看看我们现在我的车窗上的车窗花啊，也在里边，雨刷已经打不动它了。从外边看窗花是这样式的，是这种的。刚才雨刷已经奈何不了它们了，现在我只能用钢刷把它们打下去。哇，看看，这样才能够打动它们。看，漂亮的窗花，再见了，漂亮的窗花，我要把你们打掉。影响我的视线。好美呀。漂亮的窗花不见了，我看倒车镜上也没有。啊，倒车镜还挺干净。看看这家的车更糟糕，怎么？这我们这几家比较懒，车还没有往车库里放。他们家的更糟糕，我的窗花挺漂亮，他的窗花怎么这么丑啊？看这家。哦，他的窗花还挺漂亮。你这家车前面没有。哎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人家这家的车的前面没有。挺好。这家的面包车和我们家是同样的问题，后边没有。哎，前面有漂亮的窗花。很有意思。